啊，我们春分时间呢，拜完佛，现在念完佛，我们现在在听见随着常住法师专注用心，我们重复简单，让我们的大脑都能够完全融入在佛戒定慧经律论，能够真正的达到三无漏学。你要忍耐的病，而且你要有个戒心，你要去检查戒心，所以戒心跟戒心呢，就讲这样。